哎，维乐，你嗰边搞成点啊？你应该已经捉到唔少味毒炭啦。我呢边啊，就嚟写好论文嘅草稿啦。唔止唔少咁简单啊，博士，你睇下。哇，咁多只嘅。不过都有多嘅好处嘅。我而家对佢哋嘅生态其实有咗唔少嘅认识噶啦。首先，呢啲味毒炭嘅质量其实都唔算得上好高。其次，佢哋融化同埋吸收金属制品嘅行为，似乎系一种本能嚟噶。我啲研究工具都俾佢哋用晒啦，咁咪几可爱咯，一啲都唔好笑啊！哦，仲有美鹿坦嘅个体之间似乎有同化彼此嘅习性，可能，美鹿坦佢哋喺度做紧乜嘢啊？咩事啊？做咩啊？哇！喂咯，做咩啊？发生咩事？不得了啦，美鹿坦佢哋变咗样啊！你讲咩话？你睇下，呢只系肯定冇错，呢只一定系美鹿煤塔。美鹿煤塔，估唔到美鹿坦竟然会进化啊！原来佢哋系透过个体之间嘅不断同化，最后进化成美鹿煤塔啊！一定是这样啊，邓浩博士真是太好了。好，维罗，你快点将美鹿煤塔送过来我的研究所，我要好好地调查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送过去一下。去吧，美鹿煤塔。哎，等等，维罗，我还没准备。哎呀，我都说没准备好咯。死了，博士有没有事的？哦，是邓浩博士的。看来美鹿煤塔已经到了博士那边了。今次的调查真的很成功啊。咦，你都想留在这里啊？不知道下次会有什么宝可梦等着跟我们见面呢？